这位越南的小男孩非常喜欢下水捞鱼，可是这名男孩在捞鱼的时候却遇到了蟒蛇危机。只见一条大蟒蛇将他给缠绕了起来，结果男孩下一秒的动作让人不淡定了，小男孩的同伴纷纷被大蟒蛇给吓跑了，小男孩却是不慌不忙，不一会就将这条大蟒蛇给轻松制服了。原来这位小男孩的父亲是一位捕蛇人，小男孩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学到了一些捕蛇的方法。